越打越热，没想到连假英党都出现了。16号晚上8点多，各大媒体信箱突然收到一封标题写着“录音党柯P接赖副总统访美内幕信函”，内文指称是8月第1周民众党内部会议，还附上58秒英党附件。其实还是我跟你讲哦，赖清德这次去美国面试，搞得声势好大。每个人去就可以领800块吗？可以听到这录音档与柯文哲声音相似，但语调诡异，指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访美声势浩大，是因为每个人去都可以领800元。对此，柯文哲近办发言人陈哲翰澄清，并非柯文哲声音，是有心人士企图以假乱真。这个声音很明显就不是柯文哲的声音，我们的内部会议也从来没有相关的讨论内容。有心人士似乎是要把这个假音档广发给媒体，试图要以假乱真。目前我们也正在追查英党的来源。陈哲翰强调，内部会议从未有相关的讨论内容，有心人士混淆视听、误导媒体和舆论，已经在追查声音的来源。